八人的探险队伍。老天爷开眼呐、啊，总算是给我们派来你这么个人才了啊！客气客气。一本失落的神秘日记。哎，我刚才看了陈教授给的日记啊，有点意思，说不定咱真能有啥重大发现。啥重大发现呀、啊？这上面说啊，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。桥桥要塌了！这边不行了，怎么办？那边，以后出来也是一场残酷的生死考验。吴队长，小叶晕过去了，是急性脱水的症状，救救他！八人是否能够平安找到精绝古城？哦，这边，这边，一会儿大家都不能吃干粮了，趁现在，赶快多吃点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不能放弃，不能放弃，我们死了！疑云重重，这里有谜团，也有未知的危险。慢着，你们难道没看见棺木上那朵奇花吗？我误干了什么？陈教授，千万不要看最后一页。胖子，精绝女王咋长这样？胖子，胡八一，大家快跑！我和胖子打掩护。胖子，我操！这里怎么都是废铜烂铁，一点值钱都没有。施力扬，大家快看那边！一同带您寻找传说中的失落古城。老师，您见到古城的文明，这是我和小叶的梦想。这次和以前都不一样，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此时，此刻，教授都准备好了。嗯，都好了。我们看差不多了吧？即将启程，我宣布，正式出发。2010年作品广播剧《鬼吹灯之精绝古城》，震撼出品，值得期待。老胡，这画儿画的什么呀？你不会是被这石头上的画儿吓着了吧？这画上也是先知的预言，预言中说，打开第二层石匣的四个人，其中有一个是恶鬼。